我是法宝，我是二嫂。大家知不知道我今天跟二嫂去干什么呀？去摸鱼。去这样粪水摸。哎呦我的妈！鱼没摸到，去找回，去找一下童年的回忆。打螺丝，是不是？二嫂，二嫂带我带，二嫂说带我去打螺丝，刚好现在太阳没那么晒了啊、哦。出发 ，Let's go。哎，这里面有吗？那，当当当当，田螺，是田螺还是鱼瘦螺？不是，这个是田螺吧？嗯，小不小个？哇，我们那里捡都没得捡，还两个，当当当当，哎呀，还是鱼，不要摸鱼了，来捡点这个。螺丝吃算了，你看一手我们捉了三个，哇，我们那里好像都没得捡。哇，哎呦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好像是，这个不能吃，这个是福寿哎。福安康，放你走，去玩吧。哇，放不动。看，这里还不是很多哎。去上次河里那里，阿爸带我去过。你看。好多！哎呦，有没有死的这里？啊？有没有死的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嗯、哇！哎呦，有！哎呦！我都不敢过。嫂子，走，这里捡完了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那里很多的。哇，好像捉沙子这样捉。说起捡这个螺丝，我又。满满的都是回忆啊，因为去年我跟二蛋拍拖的时候，你还记得吧？你没有去捡啊？我跟二蛋拍拖的时候，二蛋带我去过那边河里面捡过这个螺丝啊，那里好多好多。我记得那时候小八姑姑还拍我，没发出来，因为我跟二蛋刚刚在一起。哇，这里都是福寿螺哎，走，带你过去那边。慢慢捡。哎，你看，等一下，死不起吧他？哎呦我的妈！看看山友教真的是，哎呦我的妈呀！等一下，没用，差点没用。谁叫你快后退后退后退，都要摔跤。我身上还有一个手机呢，快点，嫂子拿着。哇哥，我在拍视频，你跑那么快干嘛？害我一直倒，一直往后退，退摔跤了。感觉你像这个泥人了。你来捡吧，去洗洗澡吧。哇，真的要去洗澡了。真的是叫你别走那么快。我在拍视频的时候，我老婆一直往前走，我就往后面倒，直接倒到下面去了。被你害惨了，不跟你玩。这里有好多螺丝，我来捡。你负责拍视频啊！哎呀，啊，这里没太阳好捡。嫂子，你是负责脏？嗯，我负责。哇，好多哦，这里哦，看，随便捡一下这么多。哇，随便搞一下又是一大堆。这螺丝拿去养一段时间再吃，有口福了，我的最爱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是一条蛇，没想到是一个青蛙。哦，直接把它放了吧，放生啊，放生。来，是你把我吓一跳，不是他把你吓一跳。你别把我吓一跳，人是像你一样摔跤哦。走，我们去河里面捡。你们小时候有没有捡过这个田螺啊？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啊！小时候经常在田里面摸鱼啊，捡田螺啊。那时候比较，那时候条件。吓、哎、死啊！别吓我，有蛇。我是不怕蛇啊。其实我也很怕蛇。啊，这些摸田螺啊，搞鱼呀、啊，都是我们小时候的满满的回忆啊。不知道粉丝们小时候有没有摸过鱼呀、啊，扎田螺啊？
都是我们小时候擅长的事情。今天来回忆一下童年的往事。我有。你工作有吗？肯定有了，对吧？小时候去捉那个很小个的虾，还有这捡那田螺，还捡那。晚上要多搞点，把搞到这里就可以了啊，够吃就可以。哇塞，哇塞！但是我小时候摸的时候没有。看看能不能抓到鱼。哎呀，也不算小个、啊，太小个了，也不算小个。你看，也不算小个啊，是不是？有大有小。你把水弄脏了就看不见了。你看，以前农村的时候，我们小时候的时候，这个田里面都是种的是稻谷啊，现在种的都是芋头啊，都是给人家承包了。现在种田的人越来越少了啊，农村生活也改变了很多。你看这边，也是，这个种的是什么东西啊？这现在都是搞这些种植啊，都给人家承包了。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啊。这个东西不能讲太多。走，前面，我老婆在等我。人生短短三半天，凡事不用太圆满，用勤劳的双手拼搏每一天，至少我们不会有太多的遗憾，能理解随缘，一切都看淡。人生短短三万天，爱情轻轻的一半，哪怕苦点泪点也心甘情愿，梦里也会乐得笑开颜，哪怕会平凡，会平平淡淡。我大的味道是我小时候满满的回忆啊！11、12岁的时候，天天在这里游泳，真的。现在水已经干了，没那么深了。以前的水啊，可以应该有2米深。哇，今天那个河里面水太深了，然后那螺丝摸不到，只能在这种，那个这种田里面摸点田螺回去吃。啊，这里还是有点田螺摸啊，能捡到吃的应该能搞到啊。我要准备回家了，再没有的话。这个辐射螺特别多，你看这个都是辐射螺，这个辐射螺好像不能吃啊，不知道有的网友说啊，这个辐射螺也能吃，但是我们这边就不能吃了。爸爸，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你知不知道？不是花吗？这个不是花哎，这是我小时候我经常跟我妈妈在一起的时候。经常去摘这个东西啊，然后拿去卖啊。这个能卖钱吗？可以卖钱，这也是一种好东西。是吗？是。那我们赶紧摘点回去。你看这么多，那摘点回去卖。明天早上我跟二嫂去卖。这个卖多少钱？这个可以泡水喝，是不是？嫂子，是吧？先下山了，二蛋。我们去捡田螺，不要摘了。摘一点，摘一点。这个是好东西，可以泡开水喝，气火的。爸爸，送给你。这段时间你。火气很大，是不是就开始啊？行，气火的啊。等我今晚下下火啊。我就不送你的去了啊。好。爸爸，你们这里有没有这个？这个不是那个木薯吗？这个哪里是木薯？这个是金钱花。啊，金钱花。也是。你看这些都是啊，这么多。它是泡出长出来是那个黄色的。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，泡水喝的是不是？是气火的，也是气火的。我晓得了。你晓得是什么？出来是黄色的，那个花花瓣瓣很漂亮的黄色的。几年的时间才有收获啊？对吗？嗯。阿娜，你看，还是捡一桶回去。你看，他捡了这么一点点，应该2-3斤吧？是不是？螺丝没捡到，我全身都痒，你看。坐在我的脚哦，脸也痒死了，全身都痒。那我们回去吧。应该也够吃了，有2-3斤左右。对，留起来，下次养一段时间，然后再拿来炒着吃，也是一道美味啊。螺丝也没捡到，全身都是泥巴。哇，还害我晒了一跤。哎呀，你看那个脸啊，去打泥仗。
啊，今天呢摸鱼摸螺丝，鱼没摸到啊，摸一点螺丝回去吃。那我们今天收获也够了，也够吃了啊。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拜拜。